大家好，我是阿星，打野加爸爸。时间过得快，又到了每个月跟大家分享 ARC 新品的时间啦、啊。那今天这一集要分享呢，主要是八月的新品。那在分享之前呢，一定要好好跟大家道个谢啊，因为前几天这个 ARC Group 一周年的 Pop Up， 前前后后加起来800多个了，光想到我就觉得天气真的很热，然后大家会冒着这个大太阳，然后来排队这样子，我就甘心没啦。非常感谢有来的朋友，那没来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阿克伦这个品牌只要还在呢，我们每周年都会办一次 pop up。对，那今年没来没关系，我们明年再相见，好不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那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单品呢，主要都是短裤比较多，带很多双可以搭短裤、搭短袜的鞋款。第一双就是 On， 已经挂在这边，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这双鞋真的是好穿，被我摄影师烧到，直接给他怒靠一双来穿。它的配色很简单，就是黑白，然后它底哦。就做这种镂空的这样子，我不知道是施了什么魔法，整个脚感呢就是一个倍儿棒，很舒服啦。大家没有穿过的朋友可以去店上试穿看看。那接下来呢，延续刚刚这个概念，配短袜，我就是最近买了两双 Vans 的一个系列。怎么分呢？它的鞋盒是蓝色的，之外呢，它的底也做比较高一点点。两双鞋呢就是蛮夏天这样。那这双是因为我觉得它长得很像 Fear of God 联名，所以就买了。这个配色很简单，灰色配米白色，然后再自己加一个 badge 在这边。然后另外一双呢，非常应景的夏天的一个几何图形在这边，海草是吧？然后另外一双呢，就是 Kith 跟这个 Adidas Original 联名的这个 Samba。然后它缺点就是它底这边很容易卡脏污，但是它的一个搭配性我觉得还不错啦。这双 Samba 因为这个联名，算是颜值有所提升这样子。如果拍照的话，你别忘了。好嘞，首先我们八月的第一周发售单品是什么物件嘞？就是宽肩背心。各位如果有长期关注我 IG 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从去年开始的夏天，我就很常穿一款宽肩背心，有黑的啊，有灰的，对不对？那其次的，那个都是我头穿的 ARC 的样品。夏天真的太热了，那现在宽肩背心呢穿起来又不管配长裤短裤其实都很 OK， 所以我就想说先抽一件起来头穿这样。想不到这一穿，跟大家正式问世呢，就过了一年了。对，反正就是之前在做大货的时候遇到一些小小的状况，本来是四月啦，但是后来因为遇到 pop up 嘛，然后延后到八月这样，终于跟大家见面。那这次我们宽肩背心呢，一共推出了三个颜色，给大家分享一下：黑色，我刚刚看到了，然后呢深灰色，以及非常清爽的白色。logo 的配色也有小心机，白色配的是绿色 ARC 的 logo， 那深灰色呢配的就是。啊，米白色的 ARC logo， 黑色呢比较接近色的灰色 ARC logo。好，那细节再来看一下。来，这一件虽然说它就是一件背心，可是呢也是蕴含了我们 ARC 的一些细节啦，包含这个领口外翻的考克缝线。虽然说它没有袖子，所以就没有肩线嘛，但是我们一样这边开了一道缝线给你。然后呢，它的考克线一样是做反的，背面翻过来呢 ，ARC 的元素一道 S 型的弧线长长的给你。好，那你从它的领口这边一路往下打，往下冲，冲冲冲冲，沿路呢，你就会看到 ARC 的星星 logo， 以及在下摆处上面一点点的一个鸡眼。打鸡眼的用意当然就是为了透气嘛。那同样会在八月发售的还有下半身，就是 Everyday Shirt 的补货。对，跟大家讲过，就是 Everyday 系列是会补货的。那其他没有挂上 Everyday 的一个单品呢，都是。我们售完就不会再补货，就等明年会出一个更新版本，或者是就不会再出了。Everyday短裤也是一样，是这个 ARC 的 logo， 然后背面呢有两个拉链。那这个配色呢是之前有出过嘛？那因为要补货嘛，所以我们又再追加了一个新的配色，灰色的 Everyday shirts。哦，那这个灰呢就是比较偏白灰一点点，不是什么老鼠灰、水沟灰，它就是非常。清爽的一个配色，细节处跟刚刚 Everyday Shirt 黑色一样，后面的口袋抽绳，然后这个也是对灰色的一个胶条。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侧边这边有做了一个凹槽给你。那是凹槽是要干嘛？其实就是让你侧面看起来，让腿的延伸感又更强烈一点点，让你小腿看起来比较修长。那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选衣服的尺寸的一个逻辑哈，因为蛮多小伙伴就问我说：“阿星，你穿什么尺寸？”这样，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不一定，有时候我是2号，有时候3号，那怎么去抓呢？上半身要短的话，我下半身就会是长裤。那如果今天我上半身是要长的话，我下半身就会搭短裤。哎，你了解吧？这次补货的 Everyday Shirt 就只有黑色，以及新增一色白灰色的 Everyday Shirt， 行吧？接下来我们看到会在8月8号礼拜四贩售的品项就是这一件 T 恤，好的 ，Type A。OK， 特色呢？其实这件就比较简单基础一点点。好，可以看到左胸这边有一个 ARC 的 logo 给你，然后呢，
后面这边有我们 ARC 的全名 Arounded Crypt， 以及用锁链绣勾勒而成的一个弧形的形状，就是 ARC 的元素嘛。对，它是贯穿了整个前身跟后身。对，那其实难处就是在于这个对线，因为它是两块布嘛，那已经要对线的话，就对得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在做工上面呢，有点小小的复杂。这样看的话，它是连在一起的，有没有？而且呢，它对得非常准确的，好，直接个连轨啊呢。对，然后当然也包含了这一季短 T 所有的特色，就是包含这个外翻的零。领口考克线以及肩线都是外翻，这样。那材质的部分呢，也是就是今年全新，我们特地为了这个夏天这么热的气候开发的一个双面针织的一个布料。怎么看双面针织呢？正面的一个布料的纹路长这样，可是它反面过来呢，也是一样，等于说它是两面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们的布摸起来其实都会比较蓬松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比较薄的太空棉材质的那种触感，穿起来就是非常透气舒服。那会在8月8号之后父亲节嘛，就你也背礼物，宝宝的靠背啊，对不对？那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设计，我觉得相信也是非常适合买给你的爸爸，给他好好的啊慰劳一下他的辛苦。定价是1380一样，那这就是在8月8号会有贩售的一个品项，行吧？我自己是穿2号，接下来是8月的第3周，打一波现在吹蕊，我现在吹蕊，因为我们 ARC 的第一个联名就是会在8月的第3周问世，跟大家见面。那跟谁联名？联名什么？这支影片不要卖个关子啊，到时候我会专门出一集跟大家讲解怎么样。老高稍担待一点点 ，OK？ 因为这支影片是8月初上嘛，啊，我现在上不是爆雷了，尴尬，对不对？所以等一下8月1周，我再跟大家分享。第4周不会发售单品，但是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会跟大家见面。碍于这个时辰的关系啊，我还是先保密好了。对对对，这东西呢不会在礼拜四发售，它会在8月第4周的某一天发售。真的真讲。不能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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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讲。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是真的关注 ARC 的 IG， 对，那上面都会，那边是最快速的，然后最正确的资讯，所以麻烦务必大家追踪 ARC 的 IG， 好吗？而且还有拍跟没拍一样，因为都不能讲。哎，好的，没有错。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ARC 8月发售的品项。其实这个月严格讲起来，它的品项都比较。简约比较基本款一点点，那其实这是我做品牌用意，我希望把我们家觉得好的材质分享给喜欢穿搭喜欢让自己变帅的朋友，让他们感受一下用比较没有负担的价钱去购入这些单品。所以这些单品呢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买回去感受一下摸摸看，就是我们你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用心的地方，好不好？那虽然说分享的品项不多，因为有太多算是比较特殊的款式要在8月底发售嘛，所以没办法分享太多给大家。那没关系，之后一样陆续会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所谓的机密款式，好不好？那再次感谢看影片看到这边的各位，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周，我们下期见， goodbye。 看这个光小素颜呢，今天是那个台风来的前夕，然后出了这个哇 amazing 的光，舒服，代表什么？代表要下班去吃卤肉饭的各位拜拜。今天拍社会，大家吃饱。